一名男子在红磡失踪近一个星期，警方呼吁市民提供消息。53岁的男子曾佛尘在上个星期二下午离开红岭街一间庇护工场之后就失了踪，他的社工在第二日报警。失踪者大约是 1.54 米高，体重大约是82公斤，肥身材，鱼面型，速黑色短直发。他失踪前身穿蓝色外套、蓝色衬衫和深蓝色裤。如果有任何人士有这名男子的消息，可以致电2760-5562或者是2760-5564，和西九龙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或者任何一间警署联络。警方就说失踪的男子就是离开了这一间庇护工场之后就不知所踪，他们希望如果有任何人士有他的消息，可以尽快通知他们。香港天乐记者文家豪报道。